这刚刚我在这里找了一个阿妹，阿妹她说她会修车。车坏了。啊，我们车放在那里的。这阿妹她说她会修。阿妹吗？不是。这，老弟，这阿妹你好，女的会修车呀？我妹没办法嘛，她说她会修，让她试一试嘛。那个阿妹你好，那个，哎呦我操，漂亮啊！那个，在哪里找的呀？就进去，我在里面叫，然后没有人，然后就阿妹她就听见我声音，她就出来，然后跟我说话嘛，然后我说我车坏了，然后她说她会修车。这还不是你们车坏了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阿妹，你好，阿妹，那个，阿妹，你那个，我想问一下啊，因为我们两个是全国自驾旅游主播，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中缅边境六国交界处。阿妹，你穿的这个衣服，你是什么民族啊？就傣族嘛，我们。傣族。嗯。哦，意思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边境上的傣族。寨子都是傣族吗？哦，你们这个寨子都是傣族啊。嗯。哎呦，那你这个衣服是那个傣族的衣服啊？我们民族服装嘛。哦，阿妹，你确定你会修车哦？我会啊，我之前在县城里面学过嘛。在县城里边学过修车呀？嗯，学了好几年嘞。哦，那你帮我看一下嘛，我车坏在那儿了。那儿停在那儿，兄弟。就前面，我们那个。主播，这里是中国吗？对，在中国境内啊，在六国交界处中缅边境上。不是兄弟们，你们觉得他会不会修车呀？怎么一个女的会修车呀？啊？哟，不对呀，他身上挎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们从哪里来啊？我们。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，妹妹，我们是从四川过来自驾旅游的，开车过来，然后我们是路过你们这个地方，经过你们这个地方之后，然后第一次来到你们这个地方，开车开了100多个小时。阿妹，你先帮我看一下车嘛。开那么久、啊、哎呦，这看来人了，哎呦，等了半个小时都没来一个人。这个啊，对，就这个车。不，哪里坏了？我就打不着火了。那老弟，你跟他说一下来。我给你照一下，就我们家放在这里，就突然打不着火了。我看什么？你在中缅边境吗？啊、对，我们在中缅边境六国交界处，中缅边境、中老边境啊。我也搞不来，能看见吗？不是阿妹，你拿个那个木棍就能把车给我修好啊？你这发动机就烫的嘛，那我肯定要用木棍看一下你哪里出问题了嘛。你不是这阿哥说点不燃火吗？啊，打不着火。你肯定有可能电瓶那个线掉了吗？电瓶线掉了。嗯，你灯拿给我。你在哪里？你一个卡你就说中缅边境。兄弟们，我在六国交界处中缅边境打落阵，你们可以搜一下啊，打落阵。谢谢小星星啊，图图能不能再给我们发红包？有多少没有领到图图的红包呀？没有领到图图红包的扣个一来，我给你们发一个1000的红包，行不行，哥姐们？那个，不是哈，那个，那哥姐们没有领到图图发红100的红包的扣个一来，我给你们发个人人1000的，干脆发个人人1000的一个红包，来，稍等一下啊，发个人人1000的红包。不是妹妹，你到底会不会呀？我感觉你拿个。线掉了。嗯，哎，好像就是哎。你看嘛，就是我看一下，好像就是哎。嗯，我刚刚搞了半天，就是线松了。嗯，马上啊，我给你塞进去哦，马上就塞进去哦。塞进去了吗？你就用个木棍能给我修好啊？修好，那没什么大问题嘛。哦，行，那。不是，家人们，咱们看一下这个阿妹到底能不能修好啊？咱们六国交界处中缅边境傣族的傣妹啊，嗯，马上，我给大家发了啊，家人们，人人2000的红包，我发的是2000的，在左上角，我教一下你们怎么样去领啊。哥姐们，人人2000的红包，我教一下你们怎么样去领啊。在这个地方，不会领这2000红包的，看到没有？这儿点一下左上角这个红色的关注，先点一下，点了之后点开这个红包，看到没有？
每人2000的一个红包，点这个去发表评论，点发送啊，就开参与成功了。然后如果你想100%领到这2000的红包的话，再点开第二次这个红包，再点开第二次下边有一个提升亲密度，加入粉丝团啊，就能参与成功了哈，就100%能够领到了。阿哥，你点一下嘛。我点一下吗？啊，可以了。嗯，那我试一下，表哥。啊，你试一下吧，你试一下。阿妹，你要真能给我修好，我一会儿给你发个红包。你打一下。反应啊？没反应吗？啊，没反应啊。等一下。不是，你要踩刹车。踩着的，你看嘛，我脚放在这上面的，踩着的。打不着啊。打不着啊。家人们，你说到底他会不会呀、啊？阿妹，你到底会不会、啊？你别把车给我搞坏了哈。不会。我们刚刚就停在这儿睡了一觉，起来这个车就打不着火了。哎呦，哎呦我操！不，真修好了。没什么道理嘛，你那个线掉了吗，阿哥？哎呦，兄弟们，兄弟们真给我修好了，我操！不是哪一根线掉了，阿妹，我用一下你的灯，哪一根线掉了？这边嘛，这里嘛。哦，就那个上面有一个白纸那根线呀、啊。哎呦我操！不是你咋这么厉害呀？那我在县城里学过吗？好几年嘞。哎呦我靠！那个老弟，那个不是你先熄下火，熄下火再打一下，看能不能打着。可以。哎呦我操！这老妹儿你真嘚儿啊！你真厉害呀！那肯定嘛。你不是你们这边都是女的会修车啊？阿姐会吗？我阿姐跟我都在那个我们县城里面学过吗？你跟你阿姐哦，你还有个姐姐哦。嗯。那行，谢谢阿妹哈。那个老弟来，你下来，你那个什么，我先把火熄了。嗯，熄吧。兄弟们，要不要给这个阿妹转个红包来？要不要给这个阿妹转个红包来？老弟，你过来来，过来。就是，你带现金没有啊？没带现金。啊？没带现金。兄弟们，要不要给他安排点辛苦费啊？要了打个要啊！没带现金，那你拿这个的，你给那个阿妹，要给那个阿妹那个就是安排个红包，拿手机来。哎，阿妹，我要不，这样我辛苦了，阿妹，你带手机没有啊？我没带。来嘛，我表哥带手机干嘛呀？那个，我给你转点那个米，给你转点红包包，给你转点红包。我不要，你太客气了。别客气嘛。不是阿妹，你别客气，就是我跟你讲嘛，阿妹，我们是第一次来你们这个六国交界处中缅边境上，然后呢，我们刚刚是打算这么回事儿，我们是打算开着车去你们那个县城里边，然后去买点米，买点水，因为我们在车上做饭吃，没有米，没有水了。然后如果说我们去那个县城里边修车的话，也得给钱。那所以说你收了。县城好远嘞，县城要四五十分钟。四五十分钟也没事，我们就说明我们在车上住的没关系。你那个天都黑了，你收一下嘛，因为我们车上没有米，没有水了，我们要去买。你们不要这么客气了，阿哥。你别客气。那天都黑了，你还要去县城啊？啊。那去我家嘛？你不是说你们想喝水吗？不是，你们不是打落镇吗？打落镇，你们这个镇上离你家有多远啊？然后那个傣妹村嘛，然后就在前面嘛。我们这个是村嘛，你镇上还挺远的嘞。啊，那没事，那兄弟们，那你妹妹你实在不要，那就谢谢你了哈。真是个好人。那我们就走吧，就走吧，走吧，上车吧。啊，这个，咋了？口渴吗？啊，对呀，我们就是去买水嘛，就是车上没有水了。那我家在前面嘛，你去我家喝水吗？啊？啊。去你家喝水，嗯，哎呦，那他太不方便了，妹妹，算了，我们的第一那个算了，下次有机会吧，这也不去也不合适吧哈，那个，去嘛，表哥我渴，啊，你这样看过去还很远嘞，不是去他家，我们在中缅边境，没老弟啊，别怕嘛，阿哥天都黑了嘞，我们喝喝水就走嘛，黑了，兄弟们去不去啊？啊？去不去啊？去了打个去，不去打个不去。我现在在六国交界处中缅边境、中老边境，然后你看又不是，
我突然想起来是阿妹啊，不是老弟，你没看着什么东西吗？不是，阿妹你那个是干嘛的呀？就是不是你把车盖上。哥啊，搁那个吗？搁那个。哟，那兄弟们赶紧走吧，要不然啊，阿妹啊，我们是第一次来你们这个六国交界处中缅边境上，你别逗我了，哥那个是哥那个是哥啥哥啥意思呀？那个那个嘛，啊，那个嘛，啥呀？什么？哦，哦，搁这个橡胶的哈。嗯。哎呦，啊，这是用来搁橡胶树的呀。嗯。哎呦。我就说，兄弟们都说去啊，去不去啊，兄弟们？走吗，哥？我家就前面嘛，方便嘞。兄弟们去的话打个去啊。那个阿妹，他们说你看着好漂亮哦，肯定一看就不是什么坏人，是不是啊？我不漂亮。你好漂亮哦。我阿姐才漂亮。阿姐才漂亮。嗯。不是你阿姐在哪里啊？你阿姐比你还漂亮啊？我阿姐可漂亮了，我阿姐是我们寨子的村花嘛。什么东西？村花啊，它是我们寨子的村花。嗯。哎呦，我操！就是你们傣族的村花。就我们傣族的嘛。哎呦，比你还漂亮啊！那肯定啊，我阿姐这么高吗？啊。那腿这么长。哎呦。身材又好。哎，然后呢？脸又小嘛，瓜子脸嘛，啊、樱桃小嘴嘛，皮肤可白了。哎呦，皮肤好好，她皮肤可白了。嗯、啊，那个。走吗，表哥？还有嘞，就你我们阿姐嘛，她还会跳舞呢，还会跳舞。嗯，还会跳跳什么舞啊？就我们傣族的舞蹈嘛，我们民族舞蹈嘛，我们傣族的民族舞蹈。嗯，就是哎，我问一下，是不是就是你们那个我们在电视上看的那个孔雀舞啊？对嘛，就是嘛，你们说的孔雀舞嘛。哎呦我的妈，兄弟们想不想看，想不想去看一下他姐姐跳孔雀舞的？那你家里边都有谁在家呀？就我跟我阿姐啊，就我跟我阿姐在家嘛。哎、那我阿爹阿妈去我婶婶家了吗？啊、哦，你想不想看一下？想，我想。兄弟们想不想看一下？走吗，阿哥？走吗，阿哥？不是，就那前面的老弟，他牵我，那不用牵我，他们不用牵我。兄弟们去不去啊？去的话打个去啊。那走嘛，走走走走走，那给我吧。那阿妹啊，那个他们都说你看起来好漂亮啊，绝对不是什么坏人哈。我不漂亮嘛，那我是我们寨子最丑的嘛。我阿姐漂亮，阿姐漂亮，漂亮。我长阿姐长得可漂亮了，那她长得白嘛，又高嘛，皮肤又好嘛，又是我们寨子的春花嘛，还会跳孔雀舞嘛。哎呦，而且我阿姐跳孔雀舞在我们寨子跳的最好嘞。在你们寨子跳的最好。嗯。哎呦，那个阿妹，那阿哥方不方便问一下，就是你阿姐今年多大了呀？阿姐今年26嘛。26，有跟你一年的嘞。嗯。这个阿哥也26。啊，他也26。嘿，那个阿妹，那个那你多大了呀？我23嘛。你23？嗯。哦呦，那你是挺小哈。那阿哥你多大呀？我呀。那个啊，我今年30了，阿妹，30了，嗯，他26，我今年30了。那哎，对了，阿妹，我再问一下你啊，你别笑我哈，因为我是第一次来你们这个六国交界处中缅边境上，你们这儿都是这个傣族啊？都是啊。哦。那我们这寨子都是傣族的吗？哎呦，那阿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静静。静静。对、啊。哎呦，我操，这个名字好啊。怎么了？阿妹，我跟你讲嘛，阿哥平常时间有事没事的时候，我就喜欢静静啊，不是、啊，我就想静静啊，不是，就是就想静一静。你不要乱说了，阿哥。那阿妹，我叫图图。你叫图图啊？哎。那你们两个？哎，不是，你脚咋回事啊？是昨天上山割胶嘛，然后摔了一跤嘛。上山割胶摔了一跤。嗯，你是吗？那个。肿了吗？哎呦，红了！我看，就这吗？哦，那太不小心了。那走吧，走。那阿妹，那个你放心啊，我们两个嘞就去你家，你就喝口水，我们就走了，我们就滚了，就不耽误你们哦，然后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没事，天黑了嘛，我们这边天黑了，
你可以去我们家休息吗？等会儿喝了水。就在你家休息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呦，那放在我家休息吗？那你家里边就你刚刚说你阿爸阿妈去你婶婶家了是吗？就他们去我婶婶家了嘛，然后晚上也不知道回不回来嘞，有点远嘛。哎、那方不方便啊？方便。有吗，方便，老弟啊。那个，在哪呀、啊？你家？在这里吗？啊、哦，这是你家哦。嗯。哎呦，我、哦、这么大户人家。哎呦，这是，我还以为，我刚刚还以为他是瘸子嘞。进来吧，阿哥。怎么？你走前面吗，阿妹？哎呀，阿妹，那个，一会儿可不可以让你阿姐就是？跳一下舞给我们看一下那个孔雀舞，因为我是第一次来你们这个傣族，来这个边境上没有见过傣族的孔雀舞是怎么跳的。那我去问一下我阿姐嘛。行、嗯、哎呦，这就是你家哦？这我家嘛，我们傣楼嘛。哎呦，这看不着房子呀、啊、哎呦我的妈。哎不是阿妹，你干嘛呀？我关门呢。你关门干嘛呀？不用关门啊。跑出去了，我阿爹等一下要怪我了。不是你关门干嘛呀，妹妹？要关，我家养了鸡嘛。哪儿养鸡了？你看嘛，养鸡了。怎么了，哥？不是兄弟们去，这不用关门吧，妹妹？那等一下鸡跑出去，我阿爹回来，那他要怪我的。哦，那兄弟们还去不去啊？还去不去啊？都说想看他姐姐跳舞，你们有多少想看他姐姐跳舞的吗？想的打个响。那个阿妹，那走嘛，他们都说走。哎呦，这个房子真漂亮啊。阿哥。啊，咋了？那我想问你们两个哦。嗯。你们俩这里好不好啊？你们俩。这里好啊，走的。这里好不好？嗯。啥意思呀？就这里好不好嘛？板不板杂嘛？身体啊，板不板杂？板杂。嗯。板杂。你板砸是我们两个身体好的，不啥意思啊？我们身体好得很，就是有力气嘛，那白天上山干活嘛，晚上回来加班嘛。哦，白天上山干活，晚上加班。有的呀。他有，你看，他身体好，我身体不行，我那个我看着挺板砸的嘛。啊，那板砸。你们俩看着都挺板砸的嘛。哦，那。哎呀，乖了。你们俩看这么板茶，有没有老妮啊？老妮。嗯。老妮是啥意思呀、啊？老妮是不是有没有工作吗？不是阿妹，我们两个是做那个自驾旅游主播的，直播就是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没有上班，没有。